土豆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儿，这次带来了我的最新的国语专辑《私人珍藏》。唱歌是永儿的强项，尤其是那些浪漫动人的情歌，然而这次新专辑 MV 中有关爱情场面的拍摄却让永儿叫苦不迭。因为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都有讲述两个人的爱情，然后有男主角，然后有些戏份是我需要跟男主角吵架啊，就是可能之前一个镜头是非常甜蜜的，但是下一个镜头是需要吵架的。嗯，所以我其实我对镜头是有一点恐惧症的，就会害羞啊，尤其是有男主角，因为通常我的 MV 都没有男主角的，所以男主角的时候会更加紧张啊，然后有点不自然啊，他身边的同事都会笑我说你这样是不行的，大家都看你 MV 会看到睡着，因为你都没有交主戏。尽管在 MV 中和男主角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爱情战争，不过在现实中永儿可绝对小鸟依人。我想我自己如果跟另一半生活应该不是任性的那种啦，应该会蛮体贴的。而在新专辑中，永儿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却跟爱情无关，而是一首关于如何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让自己心灵减压的歌曲。越简单越简单，简得更简简单单，越简单减少钱包会更坦然，填不满欲望账单，太多太多计算，到后来怎么还？叫做简单啊，简单就不是简简单单的那个简单，是加减乘除的那个减，还有这个清单的这个单。那这首歌其实主要是在说现代的人可能比起我们可能上一代的人要求的东西更加的多，可能是名啊或者利啊。或者是钱财啊，那这些可能会造成现在都市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那这首歌就是在说为什么大家不停下来想想说，可能自己一个人真的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追求这么多东西，有时可能你减掉你心中的清单的所要求的东西，可能生活会更加的开心啊，